这条路叫做书香路。啊，呢度啊，开始全部都系田嚟嘅，旧时。我在哪里去上学？新来的房主，我年纪呢，今年呢82岁，我12岁原先喺大陆，去澳门同我祖公祖母住几个月，然后去香港同埋九龙呢，同我3伯9叔嘅住，同埋我大佬黄子怡，住到1957年呢，翻咗去加拿大。我老豆和我阿公嗰啲，我妈妈、我爸爸，我未出世喎。OK， 你42年啊嘛，42年，系啊。捉鱼啊，捉黄头龙啊，揈一揈啊，啲我未熟嘅摘咗去食噶，焗番薯啊，腐乳啊，好多其他等等。黄天红咧，我7叔7婶嘅几个仔，2个仔女啦。仲有其他的朋友呢，唔記得咗啦。你爸爸啊？哎，对啊，他爸爸。我父亲那个100岁的，我7叔。添第二啦，啱啦，有第三啦，呢個係啦，福明第四啦，福顯第五啦，福星第六啦，七叔啦，第七啦，七七啦，福鴻啊第八啦，第九，福尾第九啦。一屋三叔，我了7、8、9。Surprise me then. 呢啲我哋阿公嘅有咧歷史，我真係唔知道。翻去會唔會講俾當然啦，又要我100歲嗰個七叔，尤其係100歲咯。他的名字也在嗎？佢嘅名字喺度啊。係啊。係啊，黃福星嗰個。我七叔好歡迎。可以講。这个铺呢是我老豆的黄福显，他90岁的时代写的中英文，因为他的后代全部是加拿大长大的，他要如果你不讲英文呢不懂。回去之后呢就是讲一讲中国之行的。我会 OK， 我会，我要解释给他听。okay. 我回去中国的情况怎样。okay. 我们有个鼓励，如果新中国好靓我不同我是即係佢咧有個現象咧，個諗法咧，佢哋有機會翻嚟。